老铁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个是养生的素饮冬瓜点汤。素饮是这么是垃圾素饮哈，泡水就泡十小时以上，有时十小时用泡袂完全彻底好，就泡十外点钟哈，因为这么非常大，高硬的，上听讲的哈。素饮养光，哈，养光。有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，啊，泡水十几小时后，泡水十几个小时哈，这些控干水分，咪去隔渣台给倒出来，你还佫烫大水。等一下要煮那个冬瓜的哈，这个甜汤非常好，这个是冬瓜。冬瓜给碎这个，就扣了啦。冬瓜哈，这看作天气呢，才有起到酷暑的作用。冬瓜哈有补脑的作用，啊，这个是姜，啊，给兑这个，给兑这个，兑点姜泥，啊，这个生姜给它敲一回，啊，买点个姜泥了，给买点水浸了。好浸，也看靠姜，卡手了当呢顶呢加，这个是每个搅拌机哈，每个机嘞，如果冬瓜做水口了放落去加这个，这个就好个，加到冬瓜泥，啊，其实这个菜。按个这生来做是非常简单，又可以做又好食。去加到泥呢，哈，一个冬瓜，了等下来煮。这个冬瓜给它搅烂，啊，搅烂。冬瓜呢，这个点汤煮起来是非常清甜可口的。那么，该话就落滴个水哈，那个锅下一点水烧开。这个冬瓜给它倒进去，还有这个生姜啊，搿点姜泥做的落去，那个姜味非常好。还加入冰糖，加入生姜，还有加上的这个冰糖，煮开，啊，煮开煮一会，煮几分钟就可以了。去滚起来刮风筝就可以了，啊，煮开之后呢，加入这个血燕哈，加入素饮，素饮就先滚起来的话。煮开这个血燕倒进去，煮开一分钟就可以了。啊，去煮只风筝就好哈。这些呢，这是非常清点个呀，老铁们啊，大家看过吃煮的汤啊。所以现在比原来偏好在哈，有需要多啊，上车落单。个人爱吃，一厨一粒里啦。一个人要吃的时候呢，一个人一粒就可以了。泡水十几个小时哈，这个血燕，有需要的再往小贩车下单。全够那个，按个这生就好了，啊！大家看我吃煮的汤，清点可口，啊，清点可口。大家帮我点个赞咯，做些老铁们个支持哈。各地视频号就帮我点赞哈。其实做菜非常不容易啊，大家帮我点个赞哈。我会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